也扫射一下我们的摄影机好吗？让我们的何润东以及三位戏剧新秀都可以完整的在画面当中来收入。一生演而优则导，来看一下左方的媒体记者朋友，非常非常的热情，感谢媒体记者。出席场合，对，比如这件衣服，它的 cutting， 它的那个剪裁是比较正式的，它的颜色呢又很鲜艳很亮，它所以它不会让人觉得无趣，让人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他好像还蛮有创意的，然后呢，年轻大胆这样子，然后它这里呢又有一个小的一个细节，这个是那个Cheruti 先生他之前的一个作品哦，真的吗？放上来，所以呢，这也代表了这个品牌的传统。要问我是做生长的吗？你说老婆什么？不喜欢我穿黑袜子，那没办法，有时候要穿黑袜子的，要不然很奇怪。对，他就觉得黑袜子，还有他不喜欢我穿黑色的背心，因为他就觉得黑色背心看起来很坏。白色情人节啊，还没有想到哎。其实现在呢，我们送彼此礼物都是比较实用一点的啦。对，都不会有什么一定要太过浪漫什么，然后我也不希望他花太多时间或花太多钱去在买礼物上面，我觉得有陪伴就最重要了。所以明天的礼物他有满意就对了。明天我不是说白色情人节女方回馈给男方嘛，你不要再给我这个压力了。对，没错，也是两周年。对，我今天还有时间去准备。所以明天会跟老婆一起看首播庆祝两周年吗？还是你要一起？对啊，会一起看的。对啊，因为明天，应该也有他，对，女教官。